月十四日零时至六月一日二十四时，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989万9828人，没有发现确诊病例，减去无症状感染者300名，减去率为0.303%。最终密切接触者1174名，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对无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均进行了医学隔离观察。此次集中核酸检测结果显示，目前武汉市无症状感染者在全人群中占比极低，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。